现在仪仗要帮我们取一些姜黄，让我们回去试煮看看。啊，因为姜黄可能数量也太多了，所以必须要，哇，这个花真漂亮。等一下我要顺便带花回去。哦，原来姜黄就是这样子。那因为姜黄的长得很高大，它旁边有一颗荆棘，那荆棘的数量也长得很多，所以鱼与熊掌难以兼得，哦，就必须要把一些成熟的姜黄给取出来，哦，然后让荆棘也有一点生长的空间，才能够接受到阳光。哦，这姜黄已经两三年了，所以是要两三年才能够成熟就对了。那听说吃姜黄的话也是好处多多，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姜黄粉，或者用姜黄来炖汤。哦，哇，这颗，这个花很漂亮，是第一次看到姜黄的花，觉得很惊艳。哦，这边有一朵姜黄的花。我去考察。哇，这个真是长得真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姜黄就采收到这里。拜拜。